苹果12 Pro 五 G。900多。先放好手机。按对焦。Fox。再把手机稍微往后拉一点。压这个平面，再画回去，然后我们打开图纸。打开图纸，找到12 Pro。选中图纸，打开红光。操作慢一点，对准红光，可以按键盘的上下左右键来微调。对准红光，点手机边框，我们来调一下摄像头的位置。点击停止。编辑分离组合，选择加工打勾，选中上头的圈，打开红光，然后按键盘上下左右键来调整这个圈的位置，对准，对好之后选下一个圈，选中，打开红光，同样的按键盘的上下左右键来调整圈。对好之后选下一个圈，依次类推，打开红光，一样的按键盘来调整，再选两个小圈，打开红光，然后再选择下一个圈，打开红光来调整，对好之后全选图纸，点击编辑组合，点击填充，启用打勾，关闭，点击保存，然后可以点击标刻。